还是我姑娘带着。我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，那阿姨该有意见了。她有意见我给你顶着。可结婚后是一天天的，怎么那么多快递呀？我最近头发太容易出油了，就买了瓶 Kono 今年小 K 瓶洗发水。你就知道花丸子的钱享受。妈，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。你怎么又惹妈生气啊？我出差带回来那么多洗发水还不够你用的吗？不是，那些都不知道什么成分，越用越油。现在就敢跟我顶嘴了，这以后啊指不定对我什么样呢，赶紧退了去。哎，阿姨穿这件怎么样？行啊，你买的她都喜欢。那就这件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忘了什么？忘了给你妈妈也买一件啊。这次是去你家，我妈吓死了。那怎么能行，两边老人必须不偏不倚，不然心里会有疙瘩。行，听你的。儿子，他竟然给他妈转了1000块钱，咱们家早晚得被他败光。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？妈误会了。我妈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冤枉你吗？我妈过生日的时候我没在她身边，我就想着给她转点钱尽尽孝心。那您生日的时候我们不是也给您转了吗？那是我儿子能挣钱，我也是自己挣的钱呢。你人都嫁到我们家了，你的钱那就是我们家的钱。你好好想想，到底谁和谁才是一家人。这既然都是一家人了，那您这镯子怎么就不能给我啊？要我付出的时候就是一家人，其他的时候我就是个外人。你有必要这么斤斤计较吗？那这一家人咱也不必的。看你什么意思，拿离婚威胁我是吧？你别后悔我告诉你。我只后悔自己看清的太晚，把分手就能解决的事硬是拖到了离婚。请你们尽快离开。这是我儿子家，是不是住的久了就忘了谁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？这是我家，结婚的意义是我们成为彼此的家人，相互支撑，而不是我成为你家的人单方面付出。